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威毅，早安快乐梦，我又来玩滑板了。这个地方大家应该不陌生，就是之前有开箱中正滑板场，就是中正桥下，那个时候很多坑坑洞洞，现在已经全部整修过了，所以地板目前状况是很好的。我今天跟这个立德哥哥要来玩我们的滑板 Smooth Star， 然后准备烤焦摔一波，哈哈。好，然后也用了我的新的运动相机 Insta 360万 R。来拍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哈 ，Let's go。大屁股。现在我们做这个动作是 bird slide， 一个很复古的动作，但是太热，做三次就爆干累。好，休息一下。这支里面点阅率很好哎。这个吗？对啊。有你就点阅率就好。没有，有身材。没有身材好不好？那你要不要讲一下 Smooth Star 为什么我们要选 Smooth Star？ 哦，为什么？就是我大概三四年前接触这个，然后我觉得。这个感觉它的 rail to rail 那个蛮接近冲浪，cover 也很好玩，可是 cover 可能有些在斜面上有些动作会，当然同样动作应该也做得到，只是我们目前我觉得 smooth star 比较稍微容易简单一点，因为它的倾角比较大。那有的人就觉得说 smooth star 一开始太难了，就是太灵活，太灵活。可是我觉得目的性不同啊，像我就会觉得说 cover 啊 slide 那种是 for fun。就是它是好玩的板子，是好玩啦、啊。如果你是一样的动作也做出来了，其实。但如果你真的想要练冲浪的话，就是想冲浪进步，或是冲浪动作可以好看，或是更完整度更高，好像真的要 smooth star 才有办法。对、啊，它的动作真的，因为在那个冲浪上面的样子跟滑板样子玩这档的样子其实很像。嗯，其实蛮多国外训练的，什么哈雷啊，还有一些蛮知名的选手 Toledo 啊，他们都会选 smooth star 作为。就是路上可能暖身啊，或是练习的一个训练方式，尤其动作啦。如果自己的玩这个 smooth star 动作可以比较好的话，其实在冲浪上样子比较接近。对啊，确实这个东西有让帮助我冲浪程度的提升，这样。有啊，你刚蛮开心的，刷成这样。没有，都是运气好，但是可以尽量做到哦。我冲浪的时候可以回去滑板投射去滑板，然后滑板再投射回冲浪，我觉得那个
回馈感是蛮有的。毕竟我们没有住海边，就是也不是每天都可以冲浪，也不是每天都有浪。说到海边，是芙蓉有个地方可以练滑板。芙蓉对，在芙蓉车站对面的商店街里面。对，大家如果要去的话，可能找这边没有啦地球人冲浪学校，很多那个 wake surf 的选手都去那边玩。对啊，还有一些冲浪选手啊。对，最近有看到那个肯丁的那个 Noah 很厉害，强到爆。大家就是以这个为榜样，對去学习，对，加油！所以我们台湾冲浪就要进步啦！进步进步，要加油，一起加油！我很开心今天早上又来这边玩滑板，那现在真的场地设计的还不错，就是整个都把路修平了，然后安全性也提高很多。那我们玩的这个是 Smooth Star， 我自己会觉得这个东西它有办法有效的来训练我们的冲浪动作，尤其回放看自己的动作啊，你的动作的缺点跟冲浪上面是几乎一样的，所以从滑板上面来去调整我觉得是蛮必要的。那我目前还有提供就是代购的服务，所以如果大家要买的话，可以在 IG 上面来私讯我。好，就是这样。那唯跟唯一买就是有折扣跟免运费啦。然后，好，就我不是在那个剥削大家钱，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真的帮助很多。如果大家有常在 follow 我的话，就知道说我从玩滑板以后，玩这个 Smooth Star 以后，冲浪的进步，我相信是大家有看到的啦。所以我不是在骗大钱，这个也没有赚什么钱，这就是做一个服务。然后我有个 LINE 的群组，就是买滑板以后，我会把大家加进来，然后我们就一起讨论交流，大家一起练滑板。OK， 那影片就到这边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还有这个立德教练，以后会在芙蓉教大家玩冲浪，还有冲浪滑板。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威毅，谢谢你收看这支影片，别忘了记得按赞、订阅与分享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